昨天来吃藏寿司，吃到饱，有一阵子都没吃了。我今天就吃好多。特色。这一次的是什么呢？巴拉熊的什么？的吊丝吊饰吗？不是吊饰，这个应该是也是吊饰。冷冻的吊饰。这是塑胶扁的，这是立体的。塑胶。这个是徽章。哦。那我们等一下来偷偷看。五个。要偷偷看吗？现在吗？可以啊。大盘大盘。现在换我了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多少个？不一样的，比利亚斗撞球，有没有？没有。有了，你不想要扭蛋？哦，我知道你不想要扭蛋。你不想要扭蛋，所以你才会说没有。我知道了，你不想要扭蛋，那就跟我直接讲好啦。这边还有四盘，还差一盘，才能再转一次，再吃一下。哦，五个了，你要偷偷看吗？六个啊！你看，这样我们要再吃四个。这样会一直逼我们吃，再多吃几个啊，逼死我们了。好啦，你来投，都一样啦，谁投都一样。第三次挑战应该有了吧？地下探险，觉得会有吗？有没有？知道耶，其实它这个就是几率问题而已，你知道吗？快投，快投！哎，不会吧，又是好字的，好字。哎呦，拜拜，哎，三次都没中哎，第四次应该给我们中吧？太过分了！妞妞要努力的吃了。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寿司的？蛋。你最喜欢吃蛋。还有这个，还有鱼软、虾软，还有什么？还有蟹肉棒。蟹肉棒。鲑鱼子呢？你喜欢。那我们吃到午餐再。妞妈最喜欢的就是吃瓦萨比。对。不过今天。今天没有吃很多阿沙比。好，你等午盘再来挑战。好，已经要准备点甜点了吗？甜点那什么？我想要吃冰耶，抹茶双喜林。嗯。抹茶双喜林哈，抹茶双喜林哈。点餐你要两个，你干嘛反回？一人一个。好。我们三弟不够，牛爸不知道，他去吃别的。吃什么烤肉？他一直说他要吃烤肉，他吵着要吃烤肉，他就自己去吃烤肉了。对啊，这天气好热，吃不下那么热的东西。刚烤完那个，哦，啊。你哎，冰先来哦，啊，我们要先吃甜点就对了。冰先来，然后等一下再继续吃寿司，超好笑哦！啊，没有汤匙哦，没汤匙，要这样直接吃啊？没有汤匙呢。你要跟他要汤匙，汤匙就在这儿。你还按服务铃，然后人家跑来跟你讲说，哦，汤匙在这儿。我们可以
丢盘了。通常是第四次才会中哦，打开看看。所以它的几率其实大概要三次以上之后才有机会开始中哦。是什么？马拉熊的。钥匙圈。我已经极限了，但是我们差一盘，怎么办呢？你还可以吃吗？我还可以啊。真假？哎呦，悠悠今天超厉害的，像我们一人就吃了十盘，应该你吃超过十盘了。妞妞的最后一盘是，哦，尾鱼，哎，鲑鱼，你没有吃，你今天没有吃到蛋哦，嗯，你今天没有吃玉子烧，吃了两盘，OK， 好，最后一个机会，第五次，哎，我们是第五次，所以我们是25盘呢，好厉害哦。好可怕、哦！我们是怎么吃的？哦，来了，又是这个冲浪的。我没有中吗？啊，又摔死了。啊，没有了。你看了。哇，这五盘是白吃的。我没有办法再吃了。不行的。对，不行的，我们就得到了一个而已。对。如果下一个人是就中了，你还有办法再吃五个吗？应该没办法了吧？对，好，那就拜拜喽，大家拜拜，拜拜。